澳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 INTO1 高兴前。其实我本人很喜欢海边的，所以能来到这里三亚就很开心很享受，因为风景都很好，然后氛围也很好，肯定会穿好看的衣服。然后呢，我觉得跟朋友们慢慢放音乐，然后就吃好吃的，然后就享受一些氛围吧。我很喜欢那个专柜的布置，因为我觉得很华丽浪漫，很精致。然后呢，我觉得华伦天奴的那个经典红色很吸引人的，就是在色彩上我觉得很跳脱很大胆的，我很喜欢。摩登有设计感，然后就精致吧。我觉得全系列我都蛮推荐的，但是如果今天要选两款的话，第一肯定是气垫粉底，因为除了它很好用以外，我觉得它的那个外观也挺好看，然后如果你带着的话可以作为一个随身配饰吧，很时尚的一个单品。然后第二款就是推荐香水吧，就是做梦罗马，因为我觉得它的那个香味木质调和那个海洋调融合的，所以我觉得对男生来说很自然，然后很 fresh， 很适合出去。可以，我觉得我特别是，我真是注重细节的人。比如说，我在房间里，如果我要睡觉的话，睡觉前我要整理所有的东西，如果没有好好整理的话，我会有一点不舒服，然后睡不太着。因为我们不是快到冬天了吗，所以我觉得每天要好好做你的皮肤管理啊。然后呢，如果当时我们都很着急的话，我觉得华伦天奴的气垫粉底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感谢大家，因为大家一直支持我们，所以我们真的很荣幸，真的很感谢。在准备的时候我们都很用心准备的，所以发布的时候我们很满意，因为大家的反应都很好，所以我们很满意很快乐的。音乐类吧，选不了药都买。吃不胖的能力奇妙，我要边打游戏边看电影吧。双滑冰，因为我喜欢，但是我不会，但是我不喜欢跑步啊，选不了哦，一起吃吧。我决定自己是高的，但是我其他人都说很低的。